大家好，我是安安。今天要讲的是这把剑哦，是啊，这把剑是什么呢？它砍了很久，它用来用去弄很久都不会断呢。我来试试。等一下。那你为什么会想做这把剑呢？我就随便乱做，然后就一直叠来叠去，一直叠啊，然后就那做你出是来。你有你是，你这把剑是武器吗？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没有那个握的地方啊？还是啊，我就握在这上面嘛。你握这样子，对。那你知道怎么打架呢？这样子你砍砍看，不容易断吧？是比较不容易断，没错。那请问，他站了起来。你觉得你有什么？你是不是最近很喜欢看那个孙悟空啊？对呀。所以你才会想做这个。这个根本就不是金箍棒啊！尤其它下面还有这个。来，你看，这里不是孙悟空的地方，不是红跟黄吗？对啊，但那还我有。就把它合在一起。不是还有绿跟蓝呢，还有白。那你先不要管他们嘛，你先看黄跟红嘛。黄这跟边红，根本就是金箍棒的下面嘛。可是它是黄色，这边还有再一点点黄色啊，这还有黄色啊。照道理来说，你应该是说你要把这个绿色拿掉，蓝色换成黄色，然后把那个白色拿掉，它要变金箍棒。还是你想做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金箍棒？这样。这个是我转变了啦。哎，我来转给你看。我不太会转，这个是转，我不会转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到头来了。是这样，那你可以攻击一次吗？就是做个花招给我们看看。我只能打下去而已啊。那来试试看吧，来做个那个，你不是喜欢看《鬼灭之刃》吗？那个花招，那个水之呼吸那些的。来，开始。发生积木症事件发生了巨大爆炸，请你赶紧去修修吧。好啦，你也跟大家说再见了，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